然后经过刚刚细喷的测试，其实我自己最适合的是这两个。大家可以看到 Level 1是喷出来是上面这种效果，然后 Yellow Skinny 喷出来是下面的这种效果，其实有点接近，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。首先从手感上来说，这一个的回弹性就没有那么强，按压下去的可控性你会觉得这个你可以掌控更多，它的敏感度以及它压力的回馈程度，我觉得这一个会比这一个更快。但是 Level 1呢，它可以出到更实的线或者是更细的线，你可以看到像这里它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凸起不均的这种现象。